大家好，这边是牛布兰，俺烧个鸭炖鸡子的，我想过来好大菜。看到马儿这身材都多大了，是不？嗯。真的很努力，把它一锅粥在那一片了。这种的早，咱那种的太晚了。放上那嫂子肯定给你拾到的可干净了。我下去吧，我下去吧，头一头一年，头一年跟那姑去卖鱼，然后他那有鸡子有鱼。这回想想能割了，搁家能割搁家的，我不干这活，不管我。你不多呀？我不多，我能割的多呀，我没劲。这我多吧？妈，这不是这也不烂呢。确定你多？这我多了。不多，这。都是小个儿。都是小个儿。不然？嗯。你叫他也吃点吧，叫他也心灵手巧巧吧。你看你添这么些水，我说用来不滚呢，不用上滚。你不脱水的，你不你用上滚，你滚一下。奶奶，疼、啊！没事。把水喝了。干净吧。大剧刀，大剧刀。哎呀，我洗完一个人吧。咋了？我洗，我嫌我洗不干净了。你我都看着带劲了，你想，这回出力了。这家伙，我在家里给我出过力啊。我没出。肉筋不是？嗯，15分钟就出了。现在那姑娘就是。咱俩坐一桌也是同龄人。你咋又上又去了？哎呀妈呀！你别等我了。咋了？是我同龄人，你的荣幸。咱得注意到。我说你看我俩这就那种一样，那叫人都是顶住150。